这个周末我们要去宜兰两天一夜，早上要先去冲浪，下午要去打枪。What？ 打什么？飞吧。是飞吧？哦，是飞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，拜。终于到了，我的朋友们，你们塞车多久？我们塞车大概三个小时半，我们两个小时而已。情窦初开，荷尔蒙分泌旺盛的男子，早上他觉得他心仪一个女生，就帮他加了 FB 的好友，重点是两人完全没交集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不这样子是没有办法激出火花的，要不然就形同陌生人。要么大好，要么大坏。你成功也好，不成功也好，都是要喝酒。我们到喽，乌石港，真的很喜欢冲浪，挥手。冲完浪了，你看脚都是沙，看起来很像刺青。我们来打靶。欸，你当过兵的不要漏气哦。啊，可是他是退伍的。散弹枪的构造其实很简单，然后我们会用的是双管式的散弹枪，最多只能装填两发子弹。当子弹装进去之后，枪只要一合起来的状态，代表已经完成上膛。我们手指头在握的时候，指板在外面，不要直接勾在板子上。
三把了，还蛮好玩的。有一个女生很厉害。录影而已，录影帅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今天最厉害的是谁啊？哇！最厉害的是这个。哇！最厉害的是这个。真的很。Nope。我们今天住的民宿呢是这里，非常的高级，一栋民宿还有电梯，你说扯不扯？哈喽，我今天的家，没错，客厅。又你的事。すごい。你是在看 A 片？没错，在抓 A 片，抓一大堆。是不是因为离开家里没有射击守门员就可以一直抓了？关键。前你刚好18岁，那你觉得十年前的你看到现在，你会想说什么话吗？现在还是一样这么鲁啊！其实还是小时候比较好玩，我觉得长大了就好多事情要做。真的哦、可你还是跟以前一样欠打。你知道刚刚霸凌你的事情，我全部都录起来。我们讲的那些很多都不能播，因为播出来会被告。全桌九折，免费绕本资格哦，就是在这边绕一绕，我都不用钱。对，去外面也没关系，干超爽的。哎、欸，这还是不提供伞，抱歉。太厉害了吧，超爽的，真爽的。对啊，可以参考一下。太多了啦，停 ，Nope。哇，又一样。这是转一圈啊？你边转边付。哇，帅。